啥的。在这儿找的啊，我看今天走哪个大道路啊。我们在初步调查中发现，打人男子韦某曾多次乘坐陈先生驾驶的公交专线。当天韦某在座位上从车后视镜看到司机似乎在观察他，从而心生不满，于是就上前对其进行殴打，打了三个巴掌。